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黑衬衫搭配什么颜色外套。黑衬衫会使男生看起来阳刚、硬朗、沉稳、有气场，十分有魅力。那么黑衬衫一般配什么颜色的外套呢？搭配一，黑衬衫搭配浅灰或者是棕色外套，沉稳儒雅。搭配二，黑衬衫搭配黑色或者是深蓝色外套，干练硬朗。搭配三，黑衬衫搭配深红色外套，华贵气质，十分的亮眼，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和需求来进行搭配就可以了。